奇怪。简讯里的他说他想睡，但他 AB 的动态不说他想醉。Yeah, 后来他打给我，已经是凌晨半夜两点钟。要我陪他走走，他却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。我看着窗外天空已经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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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亮，整个晚上胡思乱想，在你心中的分量。如果问题有100种解答，请别。Yeah, 后来他打给我，已经是凌晨半夜两点钟。要我陪他走走，他却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。我看着窗外天空已经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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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亮，整个晚上胡思乱想，在你心中的分量。如果问题有100种解答，请别想那么。